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大盘低开低走，而我们看到呢，减肥药包括半导体包括华为产业链的一些方向啊，在今天盘面当中继续活跃。我们说昨天大家就在争论华为产业链在目前的市场格局当中，它到底我们应该用赛道的眼光去评判它，还是用主题的定义来定义它？那今天呢，我们的几位嘉宾也会就这个话题展开一番讨论。那我们的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韩玉，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还有在线上的来自江苏百瑞银的周子琪，欢迎您。那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刚才也提到，今天周五市场全天是低开低走，深成指跌幅近1%，两市成交8084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了229亿。盘面上来看呢，减肥药概念是反复活跃，另外呢，5.5G 概念逆势走强，华为汽车概念股强势依旧，华为消费电子产业链也相对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呢，我们看到数据要素AIGC 板块是出现领跌，总体上呢个股是涨多涨少跌多，两市超过3600家个股出现下跌，北向资金呢全天净卖出是64.39亿元。另外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新增社融数据4.12万亿元 ，M2 同比增长10.3%，新增人民币贷款2.31万亿元。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首先从解读经济数据开始。那韩玉刚才也提到了，9月份的 M2 同比增长10.3%，人民币贷款增加2.31万亿元。就这个数据，对于目前这个行情来说，它是有更多的助力呢，还是在目前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持平观望的态度？这个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因为我们有印象的是就是今年的7月份，因为在6月份的一个这个社融数据比较亮丽了之后啊，7月份是一个全年的最低值，所以当时呢市场还是情绪偏悲观的，而这一次呢是远超预期，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宏观经济啊是在经济反弹的一个加热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社融数据最重要流向实体经济各个方面，乃至于流到也提振股市，这还有一个传导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结合着盘面来看。盘面当中我们讲，从技术分析的角度4个字，价量时空。你现在最关键的就要盯着成交量，因为价格的角度，大盘指数在3050点，这个是非常坚实的一个底部区间，然后反弹的高度相对也有限，你也目前呢没有量的情况下，你也不能指望反弹多少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区间震荡。当然成交量如果没有持续的赚钱效应，那么成交量不能恢复到9000亿万亿以上，那么在目前就是一个主线赛道很有限的一个轮动。而主线赛道跟上半年一样，如果你上半年没有在 AIGC 啊人工智能这个里面，那么整个一个上半年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累，很难赚到钱。下半年也是一样，两手，一个是华为产业链的体系，一个就是医药，如果你不在这个里面，那对你来说同样也会感觉到基本上还是很难有收获的表现。那其实这一段时间啊，大家也看市场的动向。那昨天呢，像汇金出手之后啊，大家看到市场是有所上扬，但是今天呢没能延续这种上扬的格局。从整体上来看，市场是不是还在磨底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张新硕，首先是这个数据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数据之前啊，你去看这一个 PMI 数据也好啊，去看一些其他的消费数据也好，其实已经在走拐点了。只不过这个拐点我觉得并没有反映在这个指数上面，指数并没有充分反映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的行情，反而是在底部的区间持续的进行这个横盘震荡啊，甚至出现了今天早上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问题，现在市场核心交易的力量它并不是以基本面为主，如果以基本面为主的话，那看到这种金融数据或者是看到之前的 PMI 数据的话，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增量资金进来，
但目前来看的话不是很明显。所以说我觉得数据是好的，然后整个经济的转向也是如我们之前所说，在三季度出拐点，拐点开始向上，但是股市上面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止亏的反应。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一个银行股啊，今天的话大家应该也看到银行股其实继续强势，这个强势的表现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难道只有增量的资金或者说证金会金只买银行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就回去看公告啊，昨天这个工农中建公告的时候他已经在说他已经买了一部分啊，未来的话会继续以自身的名义啊进行银行的增持。所以说我觉得就如果当然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我们假设他还是继续买的话，那他买的就是银行。而现在盘面上来看的话，银行确实是有增量资金的一个持续流入，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说要买而且也在买。那如果是有这种动作的话，就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大家信不信啊，要不要跟，是吧？银行股在这个位置有资金打进去，还有资金在持续的买，你在这个位置信不信这个银行股的指数能上行？那它对于今天的指数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指数来回震荡在十个点左右啊，市场大家可能觉得指数走的这个震荡区间比较小啊，没有太多活跃的状态出现。很多题材早上涨的是什么，今天下午涨的时候还是什么，然后呢以前以为北向资金买了两天之后还会继续买，那今天其实是反手的流出，可能也会有点落差在这里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结合前面啊，现在的资金不再交易基本面或没有反映基本面的一个好转的情况，现在的做多的资金他说买银行他还是买银行，那么北向资金买了两天之后再转向卖出，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局面就是做多的力量他该承诺做多的还是做多，但是大多数的人是面对盈利的及时了结。这就回到刚刚那个核心问题，银行股在这边是否可持续。我个人会认为它可持续，因为它是现在市场中为数不多啊说了买就会继续买的情况，这种行为会引发市场预期的反转。所以说我觉得在接下来指数的话在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从量上来看，从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其实指数突破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一股坚定的银行的资金的力量买入，它会可以扭转这个市场当下观望的态度，会让很多的人开始相信银行能涨，相信银行会被继续买入，从而加入其中。那这样的话，如果权重能把这个指数抬升一个高度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反转。所以说基于以上的话，我可能对接下来的行情会乐观一些，但是这个乐观的前提是以银行作为突破手啊，引发大家对这个银行指数的这个认知。刚才也有不少朋友在互动当中提到说增持银行之后整个市场的这种格局是不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您刚才是说了要先从观察银行的它的一个股价状态来入手。其实严格意义上已经发生变化了，但是信的人不多就属于这种局面。所以说我们讲就下周你再回来看，发现他还在买银行股，事不过三嘛，这是第三天我相信会有人开始加入这个队伍。所以说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分析的意义嘛，就是大家可能有感觉了这个他说买他真买是吧，那相不相信，那既然有这个想法说明大多数人还不相信，他其实在尝试改变这个格局。那像今天各银行涨幅也不小，像建设银行也拉了三个多点农业银行也有两个点左右，整个市场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要慢慢的重新验证就是整个市场的这种过程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周子吉。周子吉，我们来看整个市场这一周走下来到现在为止，指数又开始进行修整了。那下周整个市场怎么看？在盘面上，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分析结果呢？好的就是我上一次来做节目应该是9月初，那个时候我的观点是3053点大概率是今年的一个低点，但是要往上突破需要些时间所以我今天还是保持这个观点，就是在缩量之下可能市场往上突破它比较难。其实现在市场它不缺利好我们从8月份一直到10月份利好是不断的在出所以目前这个市场它并不缺利好，它缺的是资金，或者说呢缺的是量能就是在利好支撑之下3053点附近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是今年的一个底部，但是往上突破你又没有成交量那可能就比较难就当下环境可能下一周还是在如果说成交量继续缩量，那可能还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整理的走势。至于这个大金融还有盘中的一些这个像华为概念一些题材股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当下从短线来看因为量能嘛，目前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去博弈的市场，
在这种偏弱势的环境之下，可能市场风格还是会偏向于一些主题投资，一些题材股啊，有故事、有概念，一些中小盘，它可能资金它更愿意去抱团这些品种。那如果说呢，我们从中长期来看，那银行包括保险这类的权重，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大盘股啊。就如果说他们要去启动、去走一个连续拉升的过程，那可能是需要更多的量能去支撑的。所以在量能有限的情况之下，在目前的这种主力投资之下，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下一周可能还更加偏向于题材股。那指数突破的话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但是呢，个股机会还是有啊。所以我认为下一周可能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个类似于这种轻指数、重个股的这么一个操作思路。好的。谢谢周子吉的分析。那回到今天的这个盘面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前期延续上涨的华为产业链，包括减肥药，在盘面当中继续有表现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说游资他们所炒的这个方向，所关注的这个方向，如果部分投资者也参与进去，这段时间可能市场体验应该还是不错啊。就是参与了，如果没参与的被套到其他仓位当中呢，我们不去说，可能参与这部分呢还是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昨天问题来了，我们嘉宾在华为产业链上有分歧了，认为连续将近一个月的整个市场表现之后啊，有可能华为产业链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有一个可能要调整的可能性啊，因为说主题的炒作啊，主题的炒作，这个延续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啊。那，对这个话题，我想先问问张信硕啊，你怎么看？首先我觉得要给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今年3月份到6月份的 AI 加的行情，它是是主一题个还是主赛题道？还是一个赛道？就如果你认为那种走势的话，可以称之为赛道，那我应该说，就现在华为的走势就是一个赛道走势。如果你说，哎，这个真正的级别的赛道应该是什么？就是有大量资金、增量资金参与，然后不需要涨停，是天天沿着一个均线涨，这种我才称之为赛道行情。我除了能看到概念，我还能看到业绩。你比如说，盯点的是19年到20年的白酒，21年的锂电池，是吧？新能源车这些概念，我既能看到就是机构的参与，也能看到游资的参与啊，我也能看到这个业绩的释放，还能看到资金的放量的出现。你说这种现象，我才认为是赛道。那我就认为华为的概念题材，它就只是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在对这个赛道和这个主题的定义上会有认知偏差。那我们就先考虑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今年3到6月份是主题还是赛道？是赛道，那华为也是赛道；是主题，那华为概念的方向它也是个主题。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主题。那为什么呢？因为很核心的因素就是看到业绩。当然，我不是说华为相关的公司它没有业绩。你比如说现在涨得比较好的，当然我们不做任何的推荐，欧菲光，它就是经典的一个业绩的反转啊。以前大家担心订单流失，现在忽然发现它有订单了，然后从之前困境反转的逻辑开始往上涨，能走连续的涨停板，甚至走到后面走一字板。那这种公司它未来没有业绩吗？那往一个中期的时间看，它也是有的。但是其他的公司呢？已经涨起来的公司呢？你比如说卫星通信概念、星闪概念，是吧？鸿蒙概念，这些参与的公司，我们相信他们有他们自己核心的技术，但是你能看到对应业绩的释放吗？那和当年的 AI 又是同样的问题。所以说3月份的 AI 我们当时说过，我说那一次的 AI 可能是个尖顶，因为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会尖顶？主题会是尖顶，赛道会是双顶。为什么？因为赛道有一波资金冲进来，会有一波资金啊再拉，因为大家看到业绩了，会去认可它。而主题它为什么是尖顶呢？因为它大家发现它没业绩，到顶了就到顶了，没有人去来做第二波。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看它和当时的走势是高度相似的。AI 从开始交易，可能一开始交易是服务器，啊，后来的话大家开始交易这个算力，然后再开始交易 AI 加啊，比如说加传媒、加游戏、加教育等等方向。那现在的华为概念是刚开始就是炒整车，啊，因为整个赛里斯这个新车的这个问界 M。车的订单比较好，所以说去整车先走，整车成交量达到了接近100亿的规模。好，接下来资金开始扩散，做卫星通讯，做星闪，然后再往后面啊，再继续扩散。现在开始，大家发现开始炒华为加软件的概念了。那这一个上演的步骤的过程中，基本上首先个股是快速的上涨，成交量快速的累积，到一个规模之后资金就撤。那这一个走势的话，基本是和当时AI 的资金走势是相似的，所以说基于这种
首先针对定义的区分啊，如果你是强行定义3到6月份 AI 是赛道，那现在我也说这个是赛道。那如果基于就是我们之前的常识来说，不是像之前的白酒锂电池那种有业绩的行情的话，那现在只是个主题。但这个主题我并不认为现在结束，嗯啊，虽然我认为它是一个主题，但是我不认为它不是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首先就是它还会有 M9 的这个车出现啊，当然资本市场可能已经反映过这个灯了啊，然后再往后面其实会有业绩的提振。我们这个业绩的提振，它是对产业链上就是原来就是消费电子类的方向啊，或代工类的一些公司会有一些这个消息业绩的提振，这个是能看到的。而且就现在来看的话，它虽然有扩散，但是它扩散的新的方向的公司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得到资金充分的炒作，还有一段的空间。所以我认为就是整个华为题材我会定义为它是一个主题，但是它是一个没有结束的主题啊，应该后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嗯，那韩玉刚才这个张新硕的这个观点非常清楚了，他认为先是主题，但是主题没结束啊，就是一是给划分了一个概念，第二呢是说了一下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它这个进程情况啊，同意吗？那我就说既是赛道也是主题，嗯，这个就矛盾了。对，你听我讲，首先第一个，你定义这个问题啊，要有一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看透了整个庐山，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恢宏的前景。首先第一个，按照任正非的讲法，我们现在都是处在第四次的工业革命，那是人工智能的革命。按照任正非的原话叫做其规模之大不可想象，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叫做第四次人工智能大革命的话，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恢宏的前景。从这个前景的角度来讲，左手是赛道，右手是主题，这两者之间不矛盾。因为如果你把它比喻成赛道的话呢，比如说风光锂储，那个从2019年到2021年那个叫做赛道，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涨的过程当中，是主题业绩支撑，叫做戴维斯双打，第一打是预期这个东西好，然后呢涨了很大一段调整一下，第二个是业绩出来证明它非常好，然后又涨第二波所谓的戴维斯的第二次双击。那么所谓的讲说这个概念的话呢，它因为现在成交量不够，所以游资去打的票不会是机构的重仓票，所以你看到了很多涨起来了，你 F4 打开来又亏损的，然后业绩很差的，也好像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有一些人说我也搞个光刻机，是吧？瞒天过海，人家一说，哎呦，你这个光刻机啥东西？刻钢板的光刻机哦，这个也叫光刻机是吧？然后交易所马上就发问询函，所以呢，这个里面鱼目混杂、鱼目混珠的肯定有，所以我讲这个里面两个都有。那么对于这个当中，如果你再细分一下的话，华为概念里面它分好多的，华为汽车问界在4季度发布。九问界九，那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个人脑芯片，那也是在4季度，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要做人脑的植入试验，那这个也是在4季度。然后呢，如果跨年的角度，明年华为的手机7000台，那这个预告已经出来了，有这个目标预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认为这个赛道往后面可以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然后再讲一句比较这个就是这个万金油的话。你华为汽车、消费电子、华为鸿蒙、海思软件加在一起，少说说1000家公司了，那么多公司还不够你左冲右突反复的找，只不过你找的时候人家比如说捷荣涨了4倍，你再去头部去接，那么有可能接到的你幸运好的类似于像这个以前跟英伟达合作 GPU 的那家公司，它一直在高位震荡，涨了10倍还在高位震荡没跌，那叫运气好。如果你接了个运气不好的，夸嚓一下子下来跌掉过40%，那这个就是你胡乱追高就为高位站岗买单了。所以我觉得热点主题会换，这个方向没错，硬科技就是跨年的行情。嗯，那如果说硬科技就是跨年的行情，我们是先跟着，就是我们也看到你刚才提到有一些个股21天16倍啊，马上就翻4倍，是跟着这些我们说前期游资所关注的发现的这个题材去做呢，还是说我们继续来向外扩展、向下挖掘？我觉得呢，你这个三路出击，就第一路出击的话呢，比如说你周五你自己去复盘，你会看到真的涨停的都是前期的热门票，就是既是大长腿的多，
这个在大阳线20厘米啊，10厘米涨停板很多，又是下面成交量不断的堆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你要知道游资打票啊，就是价量时空啊，它这个感觉形态好了，它就直接就上了，不会管你啊，这个到底是概念还是多一点，还是机构业绩这个基本面好多一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就是要盯热点票，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呢，你要适当的分散，所谓的分散，比如说你看好华为，那没错。那你这个看好医药，医药里面也有一些既有概念又有题材的，那你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一分，那你至少比如说各搞两个的话，那你就是4个票，那适当的就做了一个分散。如果你再继续往后，比如说我们讲人脑芯片、脑机接口，这个也是一个必定会4季度发酵的题材，那么你这个就可以做潜伏。而这个潜伏呢，恰恰今天有一个票也是 AI 人工智能，这个医药的人工智能，而且跟华为又有合作，哎，又创了新高了，3个板上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你适当的这个热点出击，但是要注意操作的手法，就不能简单的按照赌的心理，我就赌一个票啊，赌两个票啊，可能要适当的要兼顾。然后呢，如果看到不对，要及时的止损。如果你喜欢做潜伏的，一定要埋伏在起涨点，然后呢用逻辑去推导，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吃肉了。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周子吉。周子吉，刚才也提到了华为产业链近期在盘面当中的这种受资金关注的程度啊。您觉得普通的投资者在这个华为产业链上的操作节奏该如何把握呢？其实华为产业链它涉及的方向很多啊，有汽车，有手机，有光模块，有算力，还有机器人等等。事实上，我认为在接下来，华为概念应该还是市场资金去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刚才讲过，当下市场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所以说这些资金可能下周还会继续抱团啊，以华为概念为首的这个科技股啊。但是我认为这个里面它应该会出现一种轮动，或者说呢叫做这个高低切换。那么在华为概念里面，我个人观点啊，我更加看好2个方向，一个就是说呢。华为概念带动下的一个芯片，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消费电子了。事实上，芯片除了华为概念之外，最近有两个消息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是这个超导神经形态处理器芯片发布，可能名字有点拗口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半导体，它是用的是晶体管啊，是一对一点对点这个模式，而这个神经元这个芯片，它用的是突触式接触，就是。信号传递可以是一对多，或者是多对多，它用的是人工的这个神经元，就相比较传统的半导体，那么它的效能啊比普通的半导体要高，而且呢也很节能，就是每秒钟可以执行大概是1.4万亿次这个突触操作啊，这是这么一个消息发布。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9张3号的量子计算机发布啊，这是2个事件。那么这2个事件，我认为从短期内来看，可能还会对半导体或者说芯片形成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在多重的题材叠加之下，那么华为概念里面的，或者说呢，受到华为概念带动的芯片这个方向，在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结合一下三季报的业绩去做关注啊。因为可能整个华为概念的更加是偏向于一个主题性的这个投资机会，从现阶段来说，但是呢，这个里面涉及的行业非常多，所以。这个里面非常有可能去诞生出一些赛道性的这个机会。那么芯片这个方向，在今年这个10月份到年底，依旧是我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是消费电子，那么华为手机的热卖啊，会带动消费电子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提升。所以这2个方向，在接下来的这个行情里面，可能我个人的话会更加看好一点。只不过节奏方面呢，我还是感觉呢，不要去追高。尽量说在盘面震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呢，在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去逢低的去进行关注。好的。好的，谢谢子吉的分析。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说游资的色彩性质非常的浓厚，那么我们可能在下一周的观察过程当中，只要抓住这个成交量啊，成交量集中在哪里，我们就继续来进行跟踪。如果成交量出现这种反复或者是缩量，我们再进行重新的定义和探讨啊。那其实除了华为概念之外呢，我们看到减肥药其实也是一条线。那张鑫说，这条线也是在国庆长假之前有延续性的表现，而且现在呢，由于一些这个新药的
推广啊，就是整个市场好像对它依然不放弃啊。减肥药会不会带动整体的医药板块走强呢？我觉得首先来说，其实我也有一个感悟啊，就是我在减肥药起来之前看的比较早，就整个看过一下减肥药的行业。就我们先从基本面角度去看，它这个行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最早一期的减肥药就被禁用的那个减肥药叫安非他明啊，了解的朋友应该比较了解。最近一期的叫利美鲁肽，不是现在的最新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安非他明他们最早这种药的问题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肾脏负担啊，会对肾脏造成负担副作用啊，对。第二个是有一部分的减肥药具有成瘾性，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有一部分的减肥药去开始会伤害血管啊，还包括对心脏有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药物，当然它这个本身和上瘾有关系，会对这个神经类的造成一定的损伤。这是减肥药这可以说这五六十年来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那么最早的安非他明就是成瘾性，那么到现在的话，这个司美格鲁肽之前是叫利美鲁肽，利美鲁肽的特点是会容易造成恶心、呕吐、腹泻，因为它本身是控糖的，治糖尿病的。对，所以说你看，其实每一个药它都是有利有弊，所以说这一个东西在热潮之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把它谨慎的去对待啊，因为还要等待更多的进展。这是从行业基本面来说，所以说它注定很难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东西，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板块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知道有，其实 A 股市场会有很多题材啊，这个题材一个接一个，有的题材能撑过三天，有的题材就撑不过三天。那减肥药这个题材是坚持过了三天，过了三天之后呢，那这个题材其实会成为短线资金交易的方向。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个我怎么样能提前知道这个板块涨很多天啊，这个是很难的，知道吧？它需要一些啊这个条件的配合。你比如说最近的行情比较弱，指数以震荡为主，成交量呢又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局部的题材的热点就会显得非常刺眼。我们讲为什么题材要坚持过三天呢？因为三天之内啊，第一波接手的人可能已经走了，那第二波接手的人如果出不出去，那就没有第三波接手的人。而在指数比较平淡的背景之下，大家会注重题材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在某些题材方向迎来第三波接手的人。那现在减肥药就是这个幸运儿啊，被资金一棒一棒的接手，现在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行业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值得中长期持有的一个行业啊。但是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起来？我们前面讲了两点，那现在它走到什么程度？第三点就是它现在已经开始我们称之为龙头交换啊，就龙头它不再是市场的火花，而是底部的公司涨停成为市场的热点。那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就是 AI 之后的短线来看的话，基本上是短期的高点。所以说相比于前面对华为概念的乐观来说的话，我们在减肥药这个方向可能是比较倾向于在这边是行情的拐点，当然这个拐点是向下拐点啊，是短期行情的结束，是因为它开始底部的公司补涨。但是医药股里面不是那个整个减肥药概念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是因为减肥药涨。 CRO 这个行业本身的反弹更多的是一种超跌之后的反弹，更多的也是一种来自于基本面业绩得到验证，大家发现哎，业绩还真的还不错，是吧？那跌这么多，业绩还这么不错，是不是有点跌过了？再看估值也能接受，这个时候会出来资金开始去 CRO 的方向买入。所以说我觉得减肥药概念还是得和医药概念做个区分啊。医药概念的话，我觉得在这边啊，当然创新药有的公司已经反弹上去了， CRO 公司大公司在反弹，小公司在补涨，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对这一块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超跌了。但是如果回到短线的这个减肥药的题材，从基本面来看不具有长期价值，从资金换手来看的话，现在的市场我们讲了银行股正逐渐能不能成为一个现象而到大家相信的状态。如果从现象到了相信的状态，那是什么局面？资金会去全重。这个时候就两个选择，要么华为的概念的资金被抽离，要么减肥药的概念被抽离。那你觉得相比于华为概念还有业绩，那减肥药这个概念大概率是被资金抽离的方向。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前面说，如果后面银行股走好的话，那减肥药大概率是个拐点，当然是向下的一个拐点。那今天在盘面当中 AIGC 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啊，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上半年整个的市场行情之后啊，这部分个股的整个调整还没有到位呢？
应该我们要把一些消息报道啊联系起来看，因为前几天你听到有报道，就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公募基金，那么在高位去介入了 AIGC 为代表的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然后呢，短时间2个月内可能这个基金啊市值亏损了30%，有这样的消息报道。那么这个呢，也就说明了这一波公司呢，他们的高位下跌，恰恰现在对于在场内的人，他很需要有一个离场的机会。而昨天呢，有很多就是轮动吹到了，吹到了他们身上。因为前两天，包括华为在内的软件，鸿蒙系统的软件，那么有了比较明显的上涨，所以呢，相关的这个 AIGC 的股票也有了异动。那么这个呢，又跟这一两天呢，像风能、光伏、锂电、储能一样，就是这些作为底部起来的，或者前期高位套下来，等到轮动反弹的，往往后续的资金接不上，第二天。冲进去的热钱可能倾向于快速的隔日就进行一个了结，所以就造成了他们的快速的一个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明真正要成为一个中线震荡攀升的题材，一个目前受制于成交量，没有万亿的成交量打不起那么多的赛道，另外一个它是一个不断的博弈，就是如果有一些赛道达到了非常高位，然后呢资金不断的流到低位的赛道，才能够把这些新的赛道给它烘托起来，所以没有这个条件，只能看短线的快进快出。那张先生，刚才在互动当中啊，有人提出一对银行，就是你看好，他们是相对质疑，因为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的成交量做承载，这是一个不同观点。还有一个对减肥药这一块，也有人提出啊，这减肥药可能在北美，它的一个整个临床，包括这个整个使用也相对稳定，所以减脂包括内科外科啊都在使用当中，可能这个应用广泛度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广泛程度更高一些啊，所以刚才提出不同的观点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跟我们互动，我们在整个节目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把各种观点呢都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啊，尤其是一些说我就是医生哈、啊，有一些这些投资者朋友，我们最喜欢能把更专业的一些信息带给我们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看私募排排网的最新数据啊，量化今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我们一会儿见。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还有你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哪有这么股神？还是要靠学习和总结。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啊。张先生，刚才对银行包括对减肥药的不同观点，你有什么回应吗？首先第一个是银行啊，我们简单说一下，昨天成交量和今天成交量相比，今天成交量也没放大，但不耽误这个板块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板块就是我们大家对权重板块有误解，认为一定要有量涨，你说的是对的，但是那是大涨，知道吧？如果没有人卖，或者卖出的人比较少，却有一方坚定的买入力量，是可以上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银行股如果上涨的时候，其实给朋友提供一个观察角度，多看保险，啊，昨天也是银行股涨得猛的时候，保险涨得好。后面如果有朋友啊愿意相信，在存量的市场之下，慢慢放量，银行会走好，你可以多看一眼保险，啊，因为会有资金来保险套利，这是银行板块。第二个是减肥药的问题啊，这个
临床过了不代表它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前面那几款的减肥药它就没有过临床吗？它也是从过了临床到退出临床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药不是说能用就一直能用，它会有一个通过推广面积大面积的使用之后发现它不能用，有的会因为成瘾，有的会因为造成肾脏负担而被退出。所以说我们还是劝啊，就是合理的作息是更好的减肥方式。嗯，好的，希望多多的互动啊。那接着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私募排排网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九月底，我国110家百亿私募有86家已经公布业绩，他们前三季度的收益平均值为1.44%，中位数为2.36%，其中呢57家为正收益，正收益占比约为67%，其中呢百亿量化私募占到28家，前三季度平均收益率为5.75%。尽管今年股市走势疲弱，但是量化的收益似乎不受影响。那么，量化的赚钱效应可以持续吗？我们投资者又该如何去借鉴、去做调整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韩玉刚才提到量化，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这段时间量化收益不错啊，就是还能有不错的这个交代啊，对市场，就是大家说市场这样的结局啊，跟量化有关，对，就是埋怨量化，但是呢，同时呢，又觉得未来市场发展，我们又不得不就是利用量化，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首先第一个，你看到的这个消息呢，你要知道，它用的很多，无论是概率统计还是数学建模还是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很多很多的因子库搞出来的，他们都是尽可能的追求稳健，甚至是这个带有这个高可靠性的获利的这种概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因为你可能我们作为散户的话呢，只是买股票，而作为真的搞量化的人呢，他可能投资的工具、投资的方法很多样，有一些比如说你哪怕在可转债里面，有些也是当山歌唱的，什么下有保底上不封顶，然后一年只要做到几波，它的稳定收益大概就有多少。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对量化整个一盘棋里面他会考虑的这个稳定获利的盈利策略。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的工具比你要丰富很多，更何况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有很多未来人工智能引入了之后，还会大大提高他们的作战效率，这是一个大的前提。那么另外呢，你也不要过分神化他们的一个收益率，因为对他们来说，追求一个比如说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有一个20%左右的一个稳定的收益，这就是很多量化追求的一个黄金的自胜的回报率了。因为你不要把前几年我们的公募基金啊，什么动不动就是50%、80%甚至翻倍的这个预期拿到现在来盯很多的这个回报率。因为逻辑很简单，如果公募也好、私募也好、量化也好，都能够每年什么20%、30%、40%的增长，那早就超过巴菲特了，也就是世界的炒股神话都要归到他们的名上去了，所以这个逻辑上就推导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两年应该是公私募的一个所谓的小年，也就是因为前两年他们赚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这一两年是在为前两年的高收益进行一个回补。所以从这角度，我对这个还是让大家多学习，然后呢适度的资产做多元化配置。嗯，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周子吉。周子吉，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做如何的借鉴、如何的调整，给出一些您的建议。是这样的啊，其实不管是这个普通投资还是机构，它来这个市场里面啊，它主要是赚两类钱。一类呢是赚这个上市公司成长的钱啊，就是类似于价值投资。还有一种呢是参与市场博弈，它低买高卖，它挣的是这个博弈的钱嘛。实际上量化的话，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它是赚的应该是博弈的钱，对吧？我们先这么说。我们普通投资有什么借鉴啊？事实上，如果说你是就是从博弈的这个角度参与市场，那事实上就是作为股民朋友来说啊，其实量化也是你的一个对手盘啊，对吧？那你业余的你投资者，你怎么去战胜这个专业的投资者呢？其实我倒认为啊，其实对于就是普通的投资者，我个人建议啊，你不如去关注一下 ETF 指数基金。巴菲特说过一句话，叫做这个 ETF 啊指数基金就能够让就是可能比较普通的
普通散户、普通投资能够去战胜大部分的专业机构啊。这个 ETF 我们都知道，它是跟随着这个指数去走的，对吧？比如说沪深三百，再比如说中证五百，那这个的基金它基本上是复刻了指数的这个走势。对于普通的散户来说的话，可能第一个你可能没有，就是你的专业度不够啊，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用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参与博弈的话，你可能你这个交易时间啊，可能也会有所限制。所以对于普通散户，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去定投一些指数的 ETF 基金，因为第一个你的这个手续费它是比较低的，非常低廉，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啊。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去避免踩雷的风险，因为你买个股，如果说你搞得不好，也可能会爆雷，是吧？会踩到这个跌停额。但是指数呢，不存在爆雷的风险，而且它会通过这种推陈出新啊，比如说呢，我这个指数调整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沪深三百指数有调整，那么我的指数基金也跟随去做一个调整，而且管理费各方面的这个费用也非常低，所以对大部分的非专业的散户朋友来说啊，个人建议做 ETF。我认为啊，可能更加合适一点吧。好，谢谢啊。好的，谢谢周子琪的建议。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互问互答。大家有任何板块啊，包括操作上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呢，在线上线下及时的和大家来互动解答。一会儿见。股票太难了，赚到哪只买哪只，涨点吧涨点吧，割不割？炒股怎能靠运气？自己有实力，炒股更理性。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冷鲜肉等知名产品，一起探索商业世界的美好未来。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互问互答，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张新硕，有人问，请张老师分析一下半导体板块及消费电子板块是否能够持续上涨。好，哎，消费电子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之前来的时候说过一次，我说三季度的时候你去看啊，如果有爆款的新机出现的话，消费电子会出拐点，而如果大家还指望着三季度去消费电子的库存而涨，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到现在它的库存它都没有去掉，因为这个行业它不一样，知道吧？它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它的这个产品一旦量生产出来，如果想要在消费端再产生所谓的去库存的话，那这一个啊，只能是爆款现象的出现。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好啊，这个消费电子最终还是迎来的上涨。那么这一波行情的话，我们之前其实谈华为的时候也聊过，我说那一条产业链里面你去看，那可能就消费电子类的公司它是有业绩的一个拐点。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单看消费电子这条链的话其实是有的，而且这个链条还比较有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通信类的公司表现非常的优秀，那么除了之前比如说像欧菲光这种做摄像机模组的，其实你像汇顶科技这种做屏下指纹的公司也在走好。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对于整个消费电子的逻辑，从一开始的不碰到开始想去库存，到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去库存逻辑，就是一个微型的亏净反转。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资金在消费电子里面找的是低位的补涨啊，低位的补涨甚至可以找到什么程度，找到维尔兆易这种公司啊，做设计的嘛。所以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大家其实对低位的
股票或者是低位的板块的渴求是超过对高标的关注的，或者说对于有体量的资金来说，所以说消费电子这个方向，我觉得欧菲光打出来高标之后的话，后面的公司也会有低位表现的机会。当然我们也不是做任何的推荐，这是消费电子。半导体设备其实昨天北方华创是公布了三季报业绩，相对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走得还不错，但是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对业绩的认可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板块的话其实是比较乐观一些，因为它的业绩增速是保持在50%以上的一个增速，而很多的公司其实市盈率已经回到了70%以下，甚至回到了50%以下。一个设备类的公司，就是设备类的公司，它虽然也是制造类的公司，但是它的这个毛利润率可以干到做到50%，净利润率可以做到20%，它这一个制造业公司的这个利润率其实是高于其他传统制造业，所以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半导体设备对三四季度的业绩一是比较乐观，走势也是比较乐观一些。嗯，其实刚才这个话题应该接着我们对这个华为产业链就是继续说的，就是这个它是密切相关的。对，就是因为有一些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的星闪啊等等，它可能会对消费电子未来需求还有这种爆款整体升级的这个变化有更进一步的期待，这可能是连为一体的啊。对，嗯，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能不能请韩老师给我们讲讲小米汽车。小米汽车也好，小米人形机器人也好，如果你关注小米的 A 股的伙伴的话呢，那应该也可以去找一找，只不过它不像华为一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啊，一找就是能够找出个几百家公司。那么小米呢，比如说有一些公司这个它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小米等等，你在 A 股里面也能够找到一些，所以从投资的角度还是有价值的。那么第二句话，小米造汽车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这件事情的本身呢，他们的介入第一你也阻止不了，然后呢也要欢迎它的一个介入，抢夺的是传统汽车或者是一些海内外海外的其他竞争对手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有我们中国的优质的科技企业能够在大的万亿级别的市场里面崛起的话，那这个也是要点赞的。只不过小米呢在我们中国港股啊，所以你要买的话呢要到港股去买。那么另外一个第三个呢，就是从更加大的一个格局的角度，那么我们应该尽量的为这个硬科技不管是小米也好谁也好，要尽量的形成一种合作的这个紧密的联系。从这角度上来说呢，韩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互相之间非常紧密，无论是专利合作也好或者是产业链的共生合作也好，那么我希望我们的科技企业也有这方面更加大的一个担当。那应该说对小米汽车这一块也有期待。对，就是整个就是进入这种智能化的这个时代。对对对。那张青硕，刚才还有人问了一下说，请问一下 OLED 未来的市场发展，这可能要顺着是不是顺着这个消费电子来讲了。其实 OLED 这个行业的话现在比较尴尬啊，因为大家一开始觉得OLED 这个屏幕的话它应该是跟着电视走的，就是从产业链关系上面来说，电视可能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大屏的电视迟迟推广比较一般。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一个OLED 的概念可能会因为演唱会的一些热闹啊而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然后又熄火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就是OLED 也好，对面板这个行业也好，我们觉得其实的确如主持人所讲，就是随着对消费电子的观念的扭转，大家也开始去做一些这个交易。那这一个的话就是叫什么，我们叫一个点带动了一个面。那现在的话其实整个消费电子大家就从这个悲观转向什么没那么悲观，走的是这个微型的逻辑。但是这个板块也不太容易出业绩，因为大家在就是开心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就哪些开心是真实且可持续的，哪些开心可能是短暂的表面的。你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个手机的公司业绩会回到之前出货量巅峰的时刻，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期望过高，这个就属于什么有期望但是你不要真的相信。而你说这些公司我出现一个微型的反转，什么叫微型的反转，原来一年有一个亿的利润，后来第二年做到1.2亿的利润，这叫增长，现在它跌到了5000万的利润，你指望着5000万立马回到1.4个亿1.5个亿这种级别的反转是很难看到。但是是你说它从现在的5000万涨到6000万，6000万涨到7000万，从原来的亏损变成盈利，这种的期待是可以的。那么 OLED 这个行业可能就面临这个问题，
有的人在亏，有的人啊就是从小赢到大赢。但是你说回到之前面板价格高峰的位置，啊，这个实现当时的盈利体量或者回到当时的估值，那现在的成交量也不太允许他做这个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这个方向的话，啊，某些面板类的公司是有资金在做，也有表现，但是持续度的话还是要看整个方向。那现在又是一个存量市场，你在做一个就是本来就是华为概念前面顶着，后面给消费电子，消费电子后面跟着 OLED 的，那你做到最后的话，那有可能先调整的也是你。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风险比的交易情况之下，它不如往中间靠，它的那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嗯，可能在 OLED 这个板块当中，大家一方面呢是看下游市场的扩张，另外呢就是供给端它的出货量怎么样，可能这是衡量这个市场的一个指标啊。像这个浦阳汇成啊，包括维尔啊，它也都有这个 OLED， 包括一些这个老的这个LED 的，就是光电啊，带光电两个字的啊，这些面板可能都有。像这个奥莱德、金智达，还有莱特电机等，我们刚才复盘看了一下这个走势哈，基本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状态啊，没有异动啊，也给这位朋友做一个回复。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周子吉。周子吉，对医药板块哪些细分行业你比较看好呢？能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提示吗？好的啊，其实医药这一波的话，短线是因为减肥药，但是我认为医药板块在经历了三年下跌过后呢，已经到了一个估值的一个底部区间了，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中长期看好医药这个方向的。当然医药这个里面细分的子行业非常多啊，而且每个子行业的投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原料药，什么 VCVE 那些属于大宗商品属性的，对吧？你像如果说是药店的话，它可能是更加偏这个零售属性啊。OTC 更加偏向于这个消费品的这个属性，还包括这个化学制剂，它可能是带有这种就是科技股的属性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到底哪个行业我更加看好呢？第一个，我看好这个 OTC， 就是这个非处方药啊，那包括一些这个中药品牌的一些公司。那么在经历了过一波大幅的下跌过后啊，很多的一些中药品牌类的公司可能在目前这个位置，从中长期来看已经具备一些投资价值了，只不过呢在存量资金博弈之下，那我们可能是需要更多耐心。这第一个就是 OTC 啊，包括呢中药品牌药。还有一个是这个化学制剂，这个里面我更加看好这个创新药，因为在集采之下仿制药已经不占优势了，那么从仿制药转型去做创新药的这类公司啊，或者说呢在创新药上面去啊是做一些拓展，或者说是做一些奶仿药吧，就是整个化学制剂里面啊，就是处方药里面，可能创新药这个方向是我接下来啊比较看好的这个中长期的投资方向。好的，谢谢子吉的分析。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下周前瞻。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AI 时代，万物生长。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应运而生。没时间看盘，看不清热点，不懂得筛选股票。不清楚事件影响，听不懂金融术语，各种问题都可以提问。上海话、广东话、四川话，多种方言都可以交流。九哥将7x24小时在线，多方位辅助解决您的投资难题。现在扫码下载九方诊股 APP， 立即和九哥交流互动。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基于自研9张证券领域大模型，具备大盘分析、板块挖掘、热点追踪、个股诊断、策略生成、金融百科、事件推理、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利用数字人交互技术，即问即答，多方位辅助解决您的投资难题。现在扫码下载九方诊股 APP， 获取您的专属智能投顾。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
回来，下周前瞻。那韩玉，大盘上下两难，成交量是上涨的关键，就看成交量啊。我觉得银行和白酒这些权重会成为胜负手，中长期的话我们可能对于半导体的设备会更加乐观一些。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啊。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韩玉、张新硕还有周子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兵者，国之大事，或者你可以把它换成工作是我的大事啊。孙子兵法不是教大家去战，而是让大家尽量别战。它就是一本讲本质的书。上下同欲，就是心往一处想；携手若使一人，就是劲往一处使。就是稳稳的就扎这儿。这么读，才能把孙子兵法读上正道。我们已经走进了 3D 数字人底层技术的无人区，在那里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代步车每向前一小步，都是下肢功能障碍群体人生的一大步。总有那么一天，物流中的人力会全部由机器替代，这就是物质传输网络的未来。精度到0.01毫米，机器人可以让植发像插秧一样的方便。从互联网大厂回到农村，我做起了新农人，盘活了200亩农场。建设美丽中国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这些学环境的人最真的梦想。在这个敲击键盘的时代里，我想用墨水治愈每一颗心。看得见，摸得着，买得起，用得好的移动智能机器，很快就能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把蜻蜓之眼做成了一种特殊的相机，它会让你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所以我们希望做1000个颜色，去不断更新和记录墨水使用者的故事。不可预知，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害怕失败吗？没想过。成功，我认为呢，只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炒股的朋友注意了，如果你也炒股多年还在原地徘徊，那可以听我的，选择做短线，让手中资金能够滚动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做大。那么做短线怎么和别人拉开差距呢？我推荐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尾盘擒龙指标。这个指标参照市场主力资金的操作特点，总结出8个关键条件，专门捕捉值得重点关注的短线良机。每天收盘前，尾盘擒龙指标会结合当天行情表现，选出走势企稳、成交量放大的短线机会供您参考。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动动手指就能查到当天精选短线机会。很多高手都喜欢在尾盘30分钟选股上车，因为操作空间大，持股风险相对较小，第二天就能掌握主动权。如果你想做出